好高好高好高。今天玩什么？好可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东西叫做磁力粘土。你拿那么快哦？哦，好棒哦！磁力粘土有几罐啊？黑色的。黑色的，蓝色的，紫色的，绿色的。打开看一下吧。我打开。你要开啊？不可以吃哦，里面有个强力磁铁，不能吃哦。好多小眼睛。里面呢有一些小零件，有这个四个小眼睛，强力磁铁。哇，它好小哦，我觉得很难开个强力磁铁。再来就是我们的主角啦，还没揉匀的磁力粘土。先把黄色的、金色的、三色的也要拿出来，然后里面有个金色的黄色。好，来金黄色的，然后呢，打开，把它放在我们桌上哦。哎，它没有很湿嘛？我以为它会很湿哎。不会啊。要揉揉，揉揉是不是？没有拿干净。要揉匀是不是？这摸起来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啊，那个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揉匀一点。哎，我觉得这摸起来挺有趣的。其实就是把那个史莱姆啊，石粉揉在那个。你看，有没有很有弹性？很有弹性。拿高高放。你要洗手，你还不会一次就要洗手，哈哈哈哈！干他赛！好了，小宝宝宝要做实验了，有了吗？拍拍了吗？他让我想到什么动物，你知道吗？他让我想到蜗牛。哇！呼呼呼呼呼！小宝，你的头好低啊！哦，好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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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我的记录很高啊！哦，你上面的你不能吸那么快，下面的还没吸到，左边的快倒下了啊！起来起来起来，你走开了，我就是说你啦！哎，我不是说你，哎，对对，换你起来，换你起来，哎，靠近我一点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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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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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起来一点哦，啊！小宝，爸爸做一个你之前有看过爸爸画的东西，妈妈不要提示哦，猜看爸爸画的啥？哦，这个应该吃很辣哦。来来来来，啊，哦，不对，应该是那个病人严重。又是甜甜圈。完成。小宝，猜看这是什么？再讲一次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甜甜圈啊！太棒了，拿错。再猜一个。饼干啊！饼干长这样，你敢吃吗？你敢吃啊？我觉得我做的不够诚实。我再来模拟一次好了，哎，不要换鼻子，来喽。
觉得爸爸这次做的比刚刚好了。来来来，猜看这是什么？两个字。饼干吗？是。第一个字是大，大什么？大饼干。你好可爱。哎，安妮，安妮，安妮，它的初期应该这样子哦。哎，我现在模拟的很好了哈、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很好很好很好哦。然后这边会有东西把它剪断，剪断哦。哦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屁股，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屁股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？从屁股跑出来是什么？萝卜从屁股跑出来，还是？那嘿呦嘿呦拔萝卜是从谁的屁股上拔出来？是小宝的屁股吗？你屁股可以拔萝卜吗？宝宝，我问你，你坐在草马桶上干嘛？拔不得。不是现在叫你唱歌。然后坐在草马桶上干嘛？打什么？对，所以宝宝做的是什么？打字。答对了，100分。耶、yeah, ，磁力粘土，你看。啊，好，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就不想吃东西了哈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好，大家拜拜。OK， 来来来，最后再示范一次。哦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它变得比较难成型呢？耶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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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